and then I'm just happy to be sure my mind was going out. But I don't like it, I don't care. You're okay, you're my best friend. She a real bad bitch, oh money. She don't need no name on a dance floor. She had two sweet friends, but she's lucky. She know it, I didn't come back, and that's my best friend. OK， 前十秒是水的，前十秒一定的什么都没有。你歌选好是吧？对。所以前十秒是毫无压力的，所以留给一个弟弟吧。炫狗狗小雨，炫狗小雨，炫狗小雨。这是狗舒扬，狗狗小雨，蒋文明，树新风，男孩故事向前冲，给炫。炫第一个，我第二个，赵哥第三个，琪琪第四个，小雨第五个，狗狗第六个。OK， 那把他们按那个顺序一个递给带过来吧。我要拍这个吗？啊，你要拍什么？我来定一首歌。我定好这首歌呢，一共六十秒。让我唱唱。一人变十秒舞蹈。哦，不是。哎呀，小朋友们，这什么歌呢？一人十秒，然后大家在十分钟之内学会这个舞，所以你就编这种简单就行。给你的开头，对你非常好，对你确实。可以设计几个动作，考虑一句啊什么的。没事，你就给我放就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完全 OK 了。准备好了是吧？那我计时了。对了，哎，你看前头就这样子啊，它不有个这个吗？然后空间计划。空间计划，你好，我的西瓜，我没有娃，穷酸小伙，那就来吧，教你一下。
你不要看，你不是就开始了吗？但是怎么说呢，毕竟还需要，还需要动作，稍微有一点点太瘆人了。这个我说给你强扭是吧，没弄了就一点空间，就跟这玩意儿确实啊，不用我好好想想，我们俩一起说一下，五分钟了。不对啊 ，Best friend。但你说，但你说，口琴青蛙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这不是嗓子。确实啊，口琴青，口琴，口琴，都是都都姐都姐。哎，对，不是都姐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唐三李元景。Best friend。Best friend。Best friend。再来，随便随便你。那这样，那你随便前面，你不是前面的话，你就跟大家说前面的 free 随便怎么唱都可以。对。然后你只需要设计一个动作，就是要接吻的舞蹈的部分，一定要连贯性。所以比如说，你想用这个动作来接也可以，我也可以接得上。嗯，这个，这个的话呢就变这样呗。那就这个吧。OK， 那就这样。OK， 定好了。就已经定好了，我前面九秒 free， 然后最后一秒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接下一个编舞，好，他结束了，来叫下一个，来叫下一个人，来叫下一个，下一个人是你，是我，但是我先跟他们说完，把队长叫过来，队长叫，那就叫琪琪，这个挑战对你们 boy sorry 来说是不是最 easy？ 走，啥语言？战场。他编的是战场是吗？真的吗？不知道。要不我们就一起坐十个火车？啊，行吗？好呀，可以这样吧。四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你放下音乐。你在小雨吗？他在录音。哎呀，来吧。录啥呢？就。三十秒了。
间到。好了。OK， 那现在就六个人集合吧。你要不先把琪琪的 part 除外，你们先学前面的。好好好。那在录音。嗯，第一个就删了。第一个啊，嗯，行。一个没了，好了。I'm afraid. Good. 哇，这个动作很帅啊。行。然后第二个谁？我劝你改个改变方向吧。啊，改这边。嗯。来这边吧。然后是我的，然后是，好了。1、2、3、4，然后接下来可不是俯卧撑是吧？一个吧，一个，第二个就是二，然后这个你的叫。哇！看，不是我刚做完这个。不是撑一个俯卧撑，不是，我是这样。蹭蹭蹭蹭胖 ，OK。狗熊哇！看，真有人认真编是吧？你是真认真编的一个。I'm a problem and I'm